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肉丸。今仔日呢，我要去坐中龙航空公司的飞行机飞往日本。那诶，大家咱看到我后壁咧有 Hello Kitty， 对，所以我等下嘛做期待，我的飞行机会是 Hello Kitty， 也毋是咧。结果等下要坐的飞行机毋是 Hello Kitty， 是任明兄的飞行机呢。所以等下呢，去你飞行机顶头咧，再来翕相给大家看，到底任明兄的飞行机内装会生做安怎咧？因为伊个内装啊，拿镜头布啊，甲镜头是两年兄的 logo 以外，其他无啥物物件是伊个全部设计 logo， 是一般的飞行机尔。再来就是讲座位的头前竟然无电视，以上所有大家人做伙看的方式。不过你知影我头前迄个电视离我两公尺远，你是咧甲我磕目睭看会到啊，看袂到哟，所以我根本就是无法度看。啊，位的大细话咧，我感觉迄位哦，就是差不多大啦，袂当讲伊足细，按个就是差不多。但你若看影片的话，就是位袂讲，互你讲足大个，啊嘛袂讲足细安尼。啊，全部我感觉上满意的是啥？因为我点儿童餐，所以伊来个餐点咧，真正是非常的高水，就是两年遐个 logo 的一个便当客啊。重要的是我。儿童餐内底是意大利面，所以呢，加把意大利面做好食。除了儿童餐以外，我家内底都有朋友点素食餐，因为今仔初十五爱食素。我跟你讲，这便当盒一开起来吼，你真正会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真正是足稀微的啦。按过咧一般的菜的话，你会当选海产的加猪肉的口味，猪肉的口味的话是咖喱猪肉。看起来阁袂歹啦，啊，重点是你会当点的饮料嘛是足多，有红酒、白酒、秘鲁，啊，阁有各种的饮料你会当点。所以咧，总共来讲，即届买过来的经验，我感觉飞行机啊坐三二一两百一台，无讲足满意的。无紧，咱五天后了，再来看卖飞回去的飞行机会生安怎。OK， 五天后见。完了啊，我阁转来到机场啊，啊，因为哦，沿路啊办足侪店，予大家去买，尽量买，结果即马大家人的迄落行李全部拢爆炸，无人是拿一箱的啦，上无两箱起跳啦，所以即马已经开十五分钟伫遮咧整理啊，整理到即马还未整理完，所以等到等下咧，全部人阁整理一撮，整理好啊了，我就要去你顶头登机啊，哦。这是一个大工程啊，会晓买个就是爱，搁爱会晓整理，无做清仓的。这届啊，坐长的飞行机啊，又搁是两千兄，所以咧，爱过来看讲这届登机啊，我赶快去拿电话通关啊。儿童餐吃起来就安怎，再来加台上一个，蛮期待啦。啊，搁对于座位的话呢，我是完全无期待啊，因为我知影应该就差不多安尼啊啦。对，来去看卖，看到底是怎样，咱来看。
回来又阁是坐两年遐的迄个飞轮机，来总呢嘛是同款，就是枕头布啊、枕头啊是两年遐啊。嘛是感觉无电视，就是几个人去了做伙分一台电视咧看呢。啊，不过咧，今仔日较特别，就是回来时阵一直拢拄着乱流，然后一直转，转到尾啊来分餐分到一半停啊，紧转去。那可能是安尼嘛，可以回来时阵加分一个包米果，可能要互阮对迄个乱流压压惊安尼。啊，我也是推荐大家，可能将你也无啥想要食迄个飞机的顶头的餐点的话咧。点一个儿童餐是上好的选择，去的时阵吃意大利面，回来时阵吃 hamburger 汉堡排，我感觉足好食的呢。所以推荐大家，你也想要试看卖无同款的餐点的话呢，会当去选儿童餐，因为素食的餐点真正是嘛是看起来无安怎啦，啊其他的就是一白餐嘛。今仔日的坐飞机的经验分享呢，就到这，啊，我大家参考，拜拜。